我是小文，是一名职业刺激高手。哎，我没有做老六，我只是哎，有人来了，让我向你们展示什么叫做专业的老六。首先，讲话要小声一点，像这样子。现在是决赛圈，这是唯一一个防区，他们一定会上来守这里的。听起来是四个人的哦。哼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等下我就给你个 surprise， motherfucker！ 挂空，什么懒哦？你个死瓜逼中，你知道我在那边的。我那个 small dog 一直趴在那边讲完哦，我知道是在巴黎啊。看来没办法了，只能打一波近战机了。是你逼我秀一波了，是的。哎呦，这都没有穿过去啊，那个洞是假的是吧？小伙那边啪啪啪了，哇，这样细的铁我都给射中啊，所以我是射得准呢，还是射不准呢？行行啊，够了了，做一波打架架不来。我顶你个！十号九等班点我来了，拯救世界！亚洲喷光，哎，你死掉了吧？哎，没关系，看我操作就可以了。让我教你什么叫做亚洲喷光，一喷一个小弟弟。哎呦，怎么地啊？快点跑了！哼，就凭你这个区区的平凡肮脏的人类，想杀我这只肉丝斑马？慢慢等啊你！有本事你先给我打好药啊！我跟你讲啊，你不要把人给上来，我看到你的头了，不要上来先，不要，我要打好药了，不要上来先。哎，讲不会听话是吗你？我来了，我来了，笑哎，我的亚布嘞！就这样，在那几年压不过嘞，我就变成了人吃牌了。OK 啊，带我们吃鸡啊！我上，我上，我上！哇，低调低调，各位怎么甩盘呢？哎呀，我小时候就会了咯，我六岁的时候。这就是小文，这就是小文的盘子，压中翻嘛！咩？啊？谁在那边狗叫？什么烂声音来的？咩？好 ，Loser, what is this? AWM 跟狗杂把你们躺机了咯。怎么是最好的两把枪？你懂为什么吗？因为我是男主角啊！主角光环听过没有？啊，怎样男主角嘞？哇，不相信我？哎呀，没办法啦，看来这一把不能装了，只能带你们吃一把鸡来证明一下自己了。吃鸡了这把，真的吃鸡了。你炸那个上面，你丢那个上面吧。不用你教诶，这种这样简单的东西，小孩子都会啦。跟你讲啊，已经第三粒了啊，最好是咖喱杯跳起来啊！ I believe you can fly。你赶快跑！赶快跑！哎，右边有虫啊！啊，怕就对了。啊，哎，两个以上哎。哼，两个以上嘛是要跑，不用跑妹，看到狗渣不跑，打到你变成狗啊！哎，我开玩笑罢了嘞，你不要真的回来嘞！竟然你们几个想送人头给我，那就没办法了，来吧！笑人啊，笑笑笑笑！楼上，应该是楼上。哎呀，你们这三个真的是拉，又死掉，又是我当人事牌，又是要我救给你们看，真的是累了，赶紧给我闭起来，看我讲究哎！哎，喂 ，what the fuck？ 这个笑哎、欸，什么懒来的、哦、这个？耶、yeah, ！前面笑哎、欸，前面车石头后面。哎、欸，笑哎、欸，你可以冷静一点嘛，一个敌人罢了，我该是眼睛乱杀都乱玩呐、啊！哎呀，挂空！刚刚那波嘞都是因为我没有开镜的关系，所以打不过他。啊，就是要这样子歪头歪来歪去，好像狗力一样走。哎、欸，我看到你了，哼，想搞偷听，你够我打吗？火力压着，别，我开玩笑罢了，我跟你说。哇，山上个死破盖呀，真跟你勾一下！来，我跟你勾勾，来！啊，怕就好，有本事你拉不下来啦，又不敢。刚刚那波火力压制压到我子弹没了，有762嘛？762，我帮你带。不要，我开车过去给你拿，我也是准备好要上去扑那个山上那个小长老啊。笑诶，他这样打得到我们的车？赶紧打机枪罢了，还没有爆，我开前面一点，他打不到。欸哎、欸，他是该跌了喽，快点！妈妈要去治疗。我不懂，我这个是祈祷了，我只知道我这个血掉了100块，你再不刮来的话，我就要砍你了。来了，等你来呀、啊，我都开下一把了。